今天要来跟大家来介绍的是，这个是神奇宝贝的巧克力蛋，然后它是古田巧克力蛋，是日本开发的。然后我挑的是神奇宝贝，它总共有这么多款，然后它可以让你看到里面。那上一集我有跟大家说过要开箱这个，那是它的下面，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叫什么。它里面不止这些，还有其他款，那我们等开吧。我前面几颗都抽到木木枭，我不想再抽到木木枭了。我想抽到有没有其他的？你要皮卡丘吗？酷的，我跟你要皮卡丘。是皮卡丘给抽了。皮卡。鸡。照片啊，你看呢？还有介绍吗？刚刚是哪一个？哪个？特性分类看不懂。它里面总共有这么多款，有这些，然后里面有隐藏款，然后有伙伴喵的进化版，也有木木枭，然后我之前抽到是这只。是之前也有给你们看，然后我最想抽到的应该就是，我觉得最好奇应该就是那个，我最想抽到的是皮卡丘，还有这个木木桥，可是我已经抽到的。第一喜欢的应该就是皮卡丘，第二喜欢的应该就是隐藏款，而第三喜欢的应该就是木木桥，因为我都没有。然后它里面有喵喵，还有月精灵，我看看有没有月精，没有，有伊布，有两只伊布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是不知道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皮卡丘隐藏款，我没有很喜欢，只是我只是。看起来蛮好奇隐藏款，我没有很喜欢，那我来品尝看吧。我要吃。好的。我看哦，这里面他说先套手，应该是我先看一下说明书，等一下，哦，先套手。听完之后就粘，我只剩下底座的部分。听完之后就是粘了，这样很值得收藏。等一下，转过来正面看看。转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它转它这样子，拿好，转过来正面向我。好，收到这个，嗯，然后最后面的尾巴是干嘛用的？抓啦！好了好了。
这样就好像是那个会爆火箭队的那个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再开箱别的啦，到时候再拍给你们看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赞，那也可以在下方帮我留言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